在监控录像上看见一个就是一个父亲带着小女孩在那个墙角蹲着写作业。当时我们就简单的问了一下，这个小女孩就是晚自习回家之后来做作业，但是突然就停电了，就没办法，所以就跑到我们站写作业。那天武汉降温，外面还下着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